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再一次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灣區華人聖經教會嚟做呢個主日嘅崇拜。好感謝喺呢個主日當中都有人嘅係同站喺呢個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呢啲詩歌。希望我想邀請大家一齊起立，同我哋唱呢首嘅詩歌。你是尼賽亞。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圣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前来救罪人。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神大能今将显恩典丰富深厚，天天都可见，愿意谦卑屈膝俯伏你面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舍己救万民。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圣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前来救罪人。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神大能今将显恩典丰富深厚，天天都可见，愿意谦卑屈膝俯伏你面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舍己救万民。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神大能今将显恩典丰富深厚，天天都可见，愿意谦卑屈膝俯伏你面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舍己救万民。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尼赛亚，我主，我上帝。今日我哋嚟到神为我哋预备嘅家当中，为我哋预备嘅礼堂当中去做一个敬拜，因为佢系尼赛亚。当日佢骑住驴进入呢个耶路撒冷嘅时候，万民都高呼：和撒那，和撒那，荣耀归于至高者。今日我哋能唔能够带住呢个心情进入神嘅会堂，将我哋一切忧虑疑惑嘅放下，去到佢嘅面前，高举我哋嘅手：神啊，你系圣洁、得着荣耀尊贵嘅，因为你对我哋嘅恩典实在太过好，太过美丽。我哋愿意用呢一刻，求你嘅灵感动我哋一齐唱呢啲灵歌，将一切荣耀颂赞全归于天上父神。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以圣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似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
取替，唯求将心全然给主，来彰显主爱多珍贵，终身爱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生命没有枉费。我今日企喺度，唔知道大家弟兄姊妹遇见咗咩嘅困难，遇到咗乜嘢嘅试探，或者有咩喜乐？但系每个人心底里面都知道，相信神对我哋嘅恩典系有几咁好。无论喺疫情嘅当中，或者喺我哋逆境嘅当中，佢都与我哋嘅同在。呢个系神嘅应许，系一个永远唔改变嘅应许。我想喺将我哋再唱以下一次诗歌嘅时候，恩典嘅太过美丽嘅时候，我哋用少少嘅时间献出我哋感谢嘅心，成为一个馨香的祷告，去将我们的感谢献给我们这位天上的父神，告诉他我们多么多谢他。慈悲嘅天父啊，我哋衷心嘅感谢你，因为你仍然赐俾我哋有生命气息，你仍然喺呢个美国国家里面，你能够系俾我哋有机会自由咁去敬拜主你，自由意志去集会你敬拜主你。天父啊，求主你叫我哋唔好轻看，让我哋当我哋经历到两年要留喺屋企，要透过视像去敬拜嘅时候，冇咗人与人弟兄姊妹接触关怀嘅时候，我哋发觉原来弟兄姊妹嘅关怀系咁重要，人与人嘅直接见面系咁重要。所以你喺圣经话俾我哋听，不可停止呢个聚会，因为聚会嘅重要性，你一早已经知道。你哋要我哋彼此嘅关怀，活出主耶稣基督你呢份爱，呢份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牺牲嘅呢份爱。天父啊，容让我哋将一切嘅忧虑、疑惑、得罪人、得罪神嘅地方，今日全然嘅放下，靠着主你个宝血，再一次遮盖我哋一切嘅罪，叫我哋今日能够继续坦然无惧嘅去到你嘅施恩座面前朝见敬拜主你，将我哋一切荣耀、一切嘅感恩、一切嘅献上、一切嘅赞美，藉着我哋嘅心灵里面嘅诗歌去敬拜赞美主你，将你嘅名高举，话俾世人听你嘅名系值得荣耀颂赞嘅神啊！因为这个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能藉着得救，除了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天父，我们要将以下时间将我们下来敬拜牧师的信息全然交上，叫我们生命得着超挑战，再一次燃点起我们心底面 火焰的心，去服侍你，服侍神你为我们预备所需要服侍的弟兄姊妹。
天父，我们已将一切全然交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 Amen。 大家清楚，聖經信息學院的院長鄧英善牧師，因為我從未用這個頭銜來介紹他，我才說鄧牧師是我們老朋友，但是我覺得呢都要提一提的，這個呢即是他是他的畢生的成就，我就覺得神呢是很重用的鄧牧師，在各方面在這個聖經的教學上面呢是幫到，是真的呢是你他曾經說過的話，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用過他那些課程，那來到在聖經來到學習，那對華人社會很大的貢獻，那我們很不捨得他，因為他呢我知道呢剛才跟他談到呢，他說呢他將會離開這個灣區要去 Texas 的地方來到發展，說是不是真的有這些啊，他說不是啊，還有一個孫子在這裡，我明白的明白的，那呢就是呢希望呢他都能夠呢 在 Texas 那方面呢能夠可以呢繼續來到在不同的教會來到去到侍奉啦，那也都是呢我們也都可以繼續上網來到去學習，那我不多說了，將時間交給鄧英善牧師。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能够可以一同的来到敬拜赞美你。主，你给我们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求主教导我们真的晓得怎样来到去倚靠仰望，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带领我们能够真的行在你的喜悦当中，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光照、造就、带领，让我们遇见什么的难处的里面都晓得靠着你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带领、你的帮助，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与你同行。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在过往两年几的疫情里面，你给我们见到，你真的给我们见到是何等大的征战，何等大的信心的功课，但你都带领我们走过来。当今天这个疫情好像似乎是得到舒缓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能够珍惜抓住我们能够敬拜你的机会，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去侍奉你。不单止我们能够敬拜，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晓得怎样来到为你殷勤多作主工，叫我们信心不要动摇，叫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天父，多谢你，有时候我们在世上做很多事好像见不到有真正的回报，或者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当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是真正有从天上来的回报。求主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给我们见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在你的喜悦里面，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的时候能够讨你的喜悦。恭敬把到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手中，求主你带领保守，赐福众弟兄姊妹，给我们真的有身体健康，给我们有精神体力，让众弟兄姊妹同执事同牧者，每一位的牧者同心合意，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为你打美好的仗，为主你发光，将福音传开。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有一段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的里面呢，特别在五十八节讲到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一看五十一节，十五章五十一节，我现在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个睡觉是特别圣经里面的描写，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复活，用这个睡觉来描写这个基督徒的死。这个讲到就是我们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死都要睡觉，因为有一代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仍然活着存留的基督徒，我们会改变。就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成为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这话就应验了。神的话绝对可信可靠，绝对的会应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死的毒钩就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第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弟兄们，这个所以就很重要了，这个所以是承接着上面所讲的，因为有上面的事，所以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回应。所以我亲爱弟兄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咁當然假設就係話我哋有多作主工啦。如果我哋做基督徒係冇做主工、冇為主侍奉嘅，甚至淨係參加崇拜，甚至有時真係崇拜都係得閒先嚟，即係唔係一個首要機會嘅。咁當然我哋冇為主做工、冇為主勞苦嘅時候，咁呢句嘅説話可能對我哋就唔係直接嘅呢個咁體貼啦。但係當我哋喺主嘅裏邊好勞力嘅，真係好忠心嘅嚟到為主服侍嘅時候，有時我們會灰心，有時我們會覺得真的好像浪費，好像是白做，好像覺得是徒然。相信大家都有試過，有沒有試過做一些事做完之後是毫無結果的，有沒有啊？但是感謝神，這裡說不是說因為知道你們的那個的
勞碌或者所擺上的工作果效不是徒然。這裡不是講那個果效，這裡是講緊你所擺上的勞苦。有時我們真的做很多事，好像眼睛見不到果效，我們會灰心，會不會啊？而魔鬼撒旦其中一個攻擊我們最有力最有效的一個的魔他的詭計，他的力量就是叫我們灰心，叫我們真的體會到真的白做，真是浪費氣，即是覺得這樣的做法是真是徒勞無功，或者是真是無謂的，可能做了一些無謂的事。但這裡所說的在主裡面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我們都知道讀書是不容易的，但是今天我們在美國讀書很多時候都要寫 paper， 今天都好些有電腦，你可以即是電腦一路打一路 save。我學到一個很寶貴的功課的，學電腦第一件事呢，你什麼都不懂的時候呢，第一件事要學怎樣 save， 即是打了這個文件之後呢就 save，打十句八句 save， 打十句八句 save，十句八句 save，千萬不要嫌麻煩，因為有一個牧師 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打到很久，打了很多東西，那即是很累了，伸下懶腰，一伸懶腰腳一踢，哦，踢了什麼啊？踢了個電源，那個電源一踢甩咗，佢唔係用 laptop， 佢係用個 desktop 嗰啲，可能係 desktop。一踢咗個電源之後，如果你嗰個花冇 save 點啊？哦，我都唔敢想象，好彩唔係我。即係我都記緊同我講嘅時候，我心裡面真係話：哎呀，希望佢能夠寫得翻。你知嘛？寫作咧，寫第一次寫咗出嚟冇咗，未必寫得翻嘅，係咪啊？即係嗰句説話，你寫咗之後，可能你會記得一兩句寫得翻，但係成篇文寫落嚟嘅時候咧，係唔記得。咁佢所做嘅係咪徒然咧？係咪徒勞咧？係咪徒然咧？你可以話係，因為做完之後可能話冇咗，但係亦都可以話唔係嘅，因為佢寫過一次，嗰次咪當係 draft 咯，再寫過一次可能會更好。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呢度俾我哋見到主耶穌話俾我哋聽，喺主裏邊嘅勞苦唔係徒然嘅。今天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教會裏面的侍奉，除了牧者傳道在台上講道，你看到除了剛才領司的幾位弟兄姊妹他們所做的 你看到，但是在背後在幕後有很多人負責音響、負責燈光、負責很多事前幕後的那些侍奉是你看不到的，可能你不會去多謝他，可能你不會知道他做了什麼，但是在這裡告訴我們所做的一切不是徒然的。當然你在教會裏面有機會去侍奉非常好，如果你在教會裏面我都沒有職位選部長或者是各道的職員，我都沒有機會選上，那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有很多事可以做，求主幫助我們，只要我們願意真的能夠為主來到去擺上的話，無論是派單張，無論是傳福音，無論是現在網路上的平台，在過往兩年多的裏面這個疫情，天父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以前我們在教會的聚會聚集在一起，有些教會都有電視的直播，在電台裡面可以看到，但是大部分都是回到教會裡聚集。但因為兩年的疫情幫助我們能夠在網路平台上，我們真的學到一個很寶貴的功課，能夠真的可以透過網路的平台來到去全港，即是過往兩年的裡面我們都試過 開個班，甚至世界各地，馬來西亞、挪威、Bangladesh 都有人可以 Zoom 入嚟，可以透過那個平台，你用 Zoom 又好，你用其他的網媒體又好，都能夠讓他們同步的在網路上來到去聚會。這個是一個新的出路，我們有沒有見到？我們願不願意把多些時間放下來，來到一同的來到去研讀，來到去幫助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今天我們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對聖經所信仰的認識是否正確，是否直接，是否全面，即是說我們對主的認識，特別即是主的恩典，特別講到教會被提，講到死人復活，講到一些重要的教義，我們是否真正的直接的全面的來到去正確的認識，有否體會到聖經的教義有錯誤的認識會影響到嚴重的後果，即是說會影響你的侍奉，即是譬如說你對某一個教義的認識有些偏差的，如果不是完全的正確的，那這個會不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後果，甚至影響我們的侍奉，是真的有的。譬如說教義如教會何時被提啊，會不會被提啊，救恩的保障啊等等。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特別內地都有很多機會跟他們聯絡的時候，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基要信仰前面那裡聖經論、神論、基督論、聖靈論、教會論、救恩論、恩典論、罪論、撒旦魔鬼，大部分呢我們都在福音派的裏面基本上都大致上都認同的，一位真神、三位一體的真神、聖父、聖子、聖靈等等。但是來到末世論呢，那個看法呢就比較大的差異了。有些相信教會是災前被提，我個人相信教會是災前被提。耶穌來的時候，教會首先在七年災難前，教會首先被提，我們能夠可以真的脫離這個七年的大災難，我們不需要經歷過七年大災難。但有人相信教會是要經過七年大災難，是災後被提，有些人相信是災中被提，有些人相信部分被提。聖經沒有講到做部分被提，但有些教導是部分被提，即是主耶穌來的時候那些聽話的那些肢體右手右腳就先提，那些不聽話的左手左腳就留下，就等你經過那七年大災難考一考你。我未曾去讀神學院，未曾去神學院之前呢，參加一個退休會，那個講員就真的講這件事，我聽完之後都挺害怕的。咁你話聽話的右手右腳，即是那些肢體聽話的就被提，咁你聽不聽話呢？我相信你都幾聽話嘅，係嘛？會聽話。咁請問有冇試過有時有少時候唔係咁聽話咧？有冇啊？咁點啊？哦，一次唔聽話，哦好啦，咁就唔被提咧。咁係真係好驚，但係我覺得真係聖經裏邊冇講到部分被提。以弗所書裏邊提俾我哋聽，就係第五節嘅裏邊，第五章裏邊講到丈夫同妻子嘅關係，就係主耶穌嚟嘅時候，要將教會呈獻一個完全毫無瑕疵嘅教會。嚟到獻上，咁即係話一係就未被提，一係就全部一齊被提，唔會有瑕疵，唔會漏咗兩個。你信咗耶穌，你一定會被提。咁即係話呢啲咁嘅重要嘅教義咧，對我哋嚟講係相當重要嘅事。有一次喺教會裏邊，因為教會裏邊佢哋喺度爭議，即係講到災前被提、災後被提。咁啊，特別今日網路上咁多嘅資料，咁啊弟兄姊妹可以喺網路上抄好多資料，咁啊可以即係可以辯論得好激烈嚇。特別真係參與嘅，咁啊最尾個牧師話：哎呀，唔好嘈啦，唔好嘈啦。災前又好，災後又好，總之被提就好啦咁。我想過牧師可能他自己沒什麼立場，但是見到人這樣爭法也沒有一個結論，他說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被踢就好了。那請問你同不同意呢？出於一個牧者，出於一個教會的領袖，如果是這樣來解決聖經的難題的話，那就真的很有問題。如果你的爭辯是只是說誰怎麼說誰怎麼說，這個的說服力不是那麼大。如果你能夠打開聖經，聖經這裡是這樣說，是這樣的意思，這段是這樣說，那段是這樣說，創世紀到啟示錄，你將經文拿出來的時候，這個的說服力就比較真的 有功效一點了，是吧？因為不是我說，不是誰個學者說，是聖經怎樣說。所以求主幫助我們。還有救恩的保障，就是我們相信一次得救，真正信耶穌得救是永遠得救，你是不會失去救恩，但是有很多的人都相信你會失去救恩。別人不可以搶去你的救恩，但你自己可以不要，就是這個這樣的爭辯都相當的是實在現實的事。還有其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爭辯，求主幫助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體會到今天我們要多作主工，我們對神的認識，我們所擺上的，特別我們對主那個的認識，對教義信仰的認識，我們是不是真的根基鞏固建立在神的話語上面。我們的教會有一個榮耀的開始，《使徒行傳》第二章的榮耀的開始。那你怎知道聖靈降臨是教會的開始呢？咁啊，又知唔知道教會幾時結束呢？教會的工作完成之後，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就是主耶穌來的時候，在主裏面死了的人首先要復活，跟住我們這些存留在主到主來的，譬如現在耶穌基督現在來，好不好啊？不好啊？不好啊？好不好啊？好，你有冇咩嘅懷念啊？仲有啲咩嘅？哎呀，主耶穌，你唔好離志啊！我仲有咩咩未做完啊？仲有咩咩未做完啊？我都有好多事工想做未做完嘅，但係求主幫助我哋，即係主嚟係我哋一個最大榮耀嘅盼望。特別主耶穌而家嚟，教會首先被提，然之後地上先有七年大災難。而家地上嘅災難已經叫我哋真係見到係真係相當犀利啦，係嘛？真係有好多，真係有好多真係嘅災難。但係我哋嘅主保守住，當主耶穌嚟嘅時候。教會被提，空中與主相遇，這個是教會那個完美的那個結束。現在主耶穌未來，我們不知道耶穌何時來，我們相信祂快來，但祂還未來。為什麼呢？
相信是说他给我们更多的机会能够将福音传给弟兄姊妹，传给我们的家人。有一次都问过姊妹想不想耶稣基督来，他说又想又不想，想当然好了，现在耶稣来我立刻就是被提空中与主相遇，是吧，最好了，即是你的烦恼一切都解决了，是吧，你的 house payment 都不用 worry 了，间屋你要给你了，给不给啊，给你了，我上天上那个天上的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豪宅还过真的是吧更加辉煌的事。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体会到，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还有些事工未曾做完。那个姊妹说她很想耶稣来，但她又很想耶稣不要那么快来，因为她的家人未信主。相信你都有些家人你很想他们信主，求主帮助我们多做主工。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可能你没有个职位，可能你没有个事务，或者叫什么部长或者什么职员等等，但你可以多作主工，可以传福音，真的能够可以透过单张、透过电话、透过种种的形式，甚至查经、网上的查经，来到去鼓励人，来到去加入，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教会有个荣耀的结束。当日呢，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在信仰上、在教义上呢，都应该是真的有个根基的，因为当日哥林多教会是算是一间非常是一个哥林多城市呢，是一个相当富庶非常大的一个地方，讲得是可以说是一个真的很有富庶的一个地方。当然罪恶 的比率又相当的高，就是说哥林多教会里面可能人都很多，还有很多有恩赐的人，各样恩赐的人都有，但是恩赐多但是问题又多。所以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发觉真的保罗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解释怎样来到去面对他们的问题。譬如说哥林多教会里面面对纷争，有些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属保罗的、属阿波罗的、属基法的，就是保罗说不是，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在教会里面他们有纷争结党的事，他们 有不道德的事，有人即跟他的继母来到去行淫的事，有告上法庭的事等等等等，还有他们对很多的真正的圣经的教义、弟兄的角色、姊妹的侍奉、那个的还有那个圣餐的岗位等等，很多东西他们都好像不是很正确的来到去认识。可能个个人都有知识，可能他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很多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导的话，在教会里面这个这么说那个这么说，是真的相当严重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当时呢就有人相信死人是不会复活，即是基督徒死了之后是不会复活。保罗就用了临前十五章讲关于这个的耶稣给我们的福音，讲到这个关于死人复活的事，特别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我们的那个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圣经的那个的可靠性。如果你说耶稣，如果你说死人没有复活，基本上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稣都没有复活。那如果你说耶稣没有复活，那就是圣经讲错。那但问题就是说耶稣的而且确复活了，证明圣经的可靠可信性。那但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止他的复活，他的复活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那个恩典，就是说给我们见到他保证基督徒我们死了之后我们都会复活。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胜过死亡，只有他可以给我们有这个永生。主耶稣的复活保证基督徒复活，这件事是相当宝贵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复活，即是无论你是几时死的，死了几耐的，甚至埋葬了的，甚至火化了的，甚至可能已经是很多年的，无论怎样，在主里面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那当日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呢，他们对这件事呢真的不是几清楚。他们可能相信就是说灵魂就会复活，但是身体呢是不会复活，即是人不会复活。那这个是相当错误的一个的观点。那就是说其实那个的 implication， 即有时我们想一样东西，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只是想这样东西它包含的那个的含义所带来影响其他的教义那个的严重的范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明白。那么即是如果你说死人不复活的话，基督徒死了不复活的话，你基本上保罗就是说你即是说是不是说基督也都没有复活呢？如果你说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信的所做的一切就真的是徒然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复活，这个是相当宝贵的事。主耶稣的复活保证基督徒的被提，
保证基督教会的基督徒我们被提。如果耶稣现在来的话，在主里面死了的人首先复活，跟着我们传流到主来的，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被提，那么空中一起被提，空中如此相遇，那这个是好得无比的事，好不好？好得无比。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绝对的信心和把握，我们一定的会被提。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我们都相信会被提，但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七年大灾难前被提？这个是我个人的信念。那你跟另外牧者谈的时候，可能有些牧者相信是教会是七年大灾难后被提，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详细地讲解一下为什么我相信教会在灾难前，是七年大灾难前被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被提是但以理书里面第二章第七章第十四章里面第二章第七章里面特别第十第十一章第九章里面讲到七十个七，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七十个七，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里七十个七。那这七十个七是为耶路撒冷，为但以理的同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不是为教会所预备的。我们教会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他们不信，暂时被放在一边，现在教会在神在建立教会的工作，教会工作完了之后教会被提，跟着神就会恢复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最后那七年的灾难，最后七年的计划就是七十个七分去两大部分，前面六十九个七已经过去了，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主前444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几天，骑驴子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过去，还有最后的七年。如果最后七年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就不是为教会所预备的。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看到，我相信教会是七年大灾难前被提的原因，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不是以色列，是神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相当宝贵的事。还有咁問題就係話，你相唔相信有千禧年國度？即係教會被提之後，地上有千年大災難，耶穌再翻嚟喺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咁嗱，呢個嘅教義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即係學者喺末世論個裏邊咧，都有唔同嘅睇法。有啲叫做前千禧年，耶穌喺千禧年前翻嚟，咁即係話地上會有七年大災難。有些叫做是後遷，耶穌在七年大災難之後千禧年國度之後回來。那這個的說法呢，其實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基本上相信的人是比較上少一點，因為那個說法就是這個教會因為福音傳開宣教興起，那麼越來越多人信耶穌，這個世界就越來越好，好到一千年之後耶穌回來。那請問現在這個世界是越來越好就越來越糟啊？越来越麻烦，是吗？越来越有问题。虽然宣教兴起，特别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时候，教会很多宣教兴起。当日有戴德生，美国最近即是这一个世纪里面都有很多宣教士兴起。虽然最近宣教出去宣教的人数可能是相比之下会不会少了一点，这个值得我们真的关心留意的事。的确，宣教是真的兴起，宣教真的出去，很多人出去宣教，少了人出去。今天我能夠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神的話語，就是在上個世紀1950年的時候，美南浸信會有兩位的宣教士的 Lady 去到吉隆坡傳福音，建立了一個福音所，後來成為吉隆坡浸信會。我有機會在那裡聽到福音，在那裡信耶穌。宣教士姊妹、宣教士出去建立教會，我們能夠有機會信耶穌，的而且確這個的宣教是真的展開了。但問題是話，這個世界不是越來越好，比我們相反見到的真是越來越壞。壞的裏面都不是沒有好消息的，好像最近這個最高法院裏面即是推翻這個 Roe and Wade 這件事，50年之後這個的翻轉，即是這個即是說即是在美國這個的墮胎不是受到憲法的保障，現在反而就說墮胎的事呢就變成去到每一個州的責任。其實這個的屬靈的爭戰是繼續不斷的，但是讓我們看到即是過往50年很多福音派保守派人士的努力，即是在上個星期五是吧，有這個宣判的時候被我們看到不是這個的討厭的事。所以求主幫助我們，當這個教會被提，地上有七年大災難，主耶穌回來建立這個千禧年國度。當然剛才說過，就是在不同的牧者裡面都有相信是後遷，這個後遷的信念是比較上少人接受的，但也有很多人相信是無遷、無千禧年，
即係話咧，教會而家就係千禧年，教會而家就係嗰個角度。咁如果你相信教會而家係角度嘅話咧，你會體會到就真係呢個嘅世界，即係教會喺呢個人類歷史喺國家領袖裏邊嘅決定，即係我哋唔係話事嘅，即係我哋邊係角度咧？角度唔係喺你人心中裏邊嘅嗰個嘅掌權，神嘅掌權的而且確係真實，但係呢個所講到嘅神嘅角度要親自嘅降臨喺地上，因為神已經喺亞伯拉罕到大衛嘅同亞伯拉罕約到大衛嘅約到新約都保證以色列嘅國度不被滅絕。雖然佢哋被掳，佢哋都回歸1948年以色列都獨立，但係嗰個嘅國度唔係聖經裏邊所講到嘅將來個七年嗰、那個嘅千禧七年大災難之後喺地上嗰個嘅千禧年國度嗰樣嘢。咁到底有冇千禧年國度？如果你睇下亞伯拉罕嘅約。到大衛的約，到新約，新約我們相信就是耶穌為我們的罪代死，信耶穌得永生，這個是其中新約的一個 provision。 新約耶利米書31章31到37節裡面講到新約的另外一個 provision， 日子將到我要同猶大家以色列家另立新約，跟著除了有赦罪之恩之外，跟著最後那幾節31到37節裡面講到要為以色列保證以色列成國，即是说他们的国度要复兴。耶利米讲到他们要被掳，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要回归，回归之后这个国度要成国。大卫的约里面神都应许大卫他的国度永远的建立，永远的坚定。新约这个的亚伯拉罕的约和这个的大卫的约都清楚保证有这个的千禧年国度。如果你说没有的话，那你怎样去解释那些的经节，怎样解释亚伯拉罕的约，怎样解释大卫的约，怎样解释新约呢？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如果你是跟着真是解般解经的原则，即是一般来讲，即是照着文字的意思来到去解的话，不是用灵意去解的话，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见到，即是教会被提之后地上有七年大灾难，因为70个7是 literally 的70个7年，490年。那跟着下面的千年国度也都是 literally 的，耶稣回来在地上在大卫的宝座上 作王掌权，复兴这个以色列国度，千年国度1000年。咁如果你係相信呢樣嘢嘅話咧，咁教會應該就係災難前被提啦。譬如話有七年大災難，跟住七年大災難，跟住千禧年國度。如果你話教會係喺七年大災難之後先被提嘅，嗰、那個被提嚇，即係死人復活跟住被提，信嘅被提曬上去，基督徒復活，咁啊信嘅被提曬上去，七年大災難之後唔信嘅都要被取去受審判，都死咗。咁如果係咁嘅話，地上仲有冇人啊？無人，那你就不可能有千年國度。如果你說七年大災難前被提的，那這個就不同的一個說法了，是吧？就是七年大災難前信的被提，留在被提的剎那之後，留在地上的都不信，但經過七年之後有很多信的，有很多信的以色列人，有很多信的外邦人，他們可以進入到這個的千年國度裡面，這個是相當寶貴的事。好，弟兄姊妹，這些都是基本上的重要的聖經裡面的教義，求主幫助我們，我們的信仰不是只是建立在聽這個講聽那個講，是能夠自己有一個系統，參加一個的查經，能夠在3年5年7年10年裡面將聖經好好地研讀一次。在我們當中的好弟兄姊妹參加我們聖經信息學院的那個三期的那個查經的計劃，如果你未參加的可以來到去考慮一下。現在有了網路平台更方便，如果有人開班，有幾個參加，有幾個人的十幾個人的，就可以在網路平台上開班，學費全面，我們資料傳給你，你可以真的很有系統的在3年7年10年15年裡面將這個聖經能夠讀完一次，是相當寶貴的事。求主幫助我們，主耶穌的復活保證，不單止是保證我們教會被提，保證基督徒的德性，我們真的可以陷在這個德性的裡面。有時我們在這個患難逼迫的裡面，我們真的覺得我們好像很軟弱，好像有時我們很多的禱告好像神不太聽，是吧？就是神，我祈禱了這麼久，為什麼還不答覆我呢？不是不答覆，我們有真的要有信心，信得過倚靠等候。我們今次搬遷去这个的 Texas 那个过程里面呢，我都觉得好像神在我这个年纪里面再来到去帮助我，来到去跟师母能够重新再来到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当日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凭信心出去，希伯来书说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好像你去移民，你去到机场买机票的时候，你不知道买哪个机票，你不知道买去哪里，就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就是这样。
咁我諗我哋比亞伯拉罕好少少啦，因為起碼知道我去嘅時候，我知道去德州去 Denton， 知道嗰個地方嚇。但係跟住話去到之後嗰個嘅環境好多好多，就真係好唔同。有人都問點解你會喺呢個時候嚟到做呢個決定咧？其實都真係好有見到神嘅恩典嘅。去年十一月嘅時候，我娘女就搬去。咁啊，佢去嘅時候一路同我講嗱，你都要嚟㗎啦。佢嘅信心好堅定㗎，佢話你遲早都會嚟㗎啦，你嚟啦。咁啊，佢都叫我嚟。咁啊，我同師母都聽下聽啦，因為都即係都覺得呢個嘅喺呢度搬遷，無論係我哋兩個搬屋，仲有整個事工，仲有成個聖經神學院嘅嗰個搬遷，真係好多嘢要做。咁我都冇一個係真係好實在，即係決定要嚟到去做。咁啊，到最尾有一次，嗰個女婿打電話嚟，佢話：你再唔嚟咧，你個孫就長大噶啦。咁我個孫係四歲幾啦。咁啊，諗下都係嘅喎。如果再唔嚟嘅時候，真係眨下眼咁，即係佢嘅長大過程裏邊，我哋真係都見，即係就可能 miss 咗好多嘢。咁我諗下，即係天父俾呢個孫都呢、這個孫女，亦都真係好，真係好討我哋嘅喜悅。即係佢好多嘢都真係都叫我哋見到神嘅恩典好寶貴。咁我喺祈禱嘅裏邊，即係從決定到真係從決定到而家去啦。咁啊兩個零月嘅時間，真係好多嘢，真係好多嘢係重新嘅學習，學習信心嘅功課，學習忍耐，學習等候。咁啊，亦都學習一樣嘢，就係、是、我1974年嚟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喺香港嚟，兩個皮夾，一大一中，兩個皮夾，全身家當。在兩個皮夾裏面，好不好？方便，是吧？幾年之後，兩年多畢業的時候，買了一輛小車，一個 Volkswagen Beetle， 我所有的家當，即是在後，即是你知道 Volkswagen Beetle， 那個前面是，即是那個行李箱是很小的，即是不到多少東西，所有的東西可以在那個 Volkswagen Beetle 後面的後座，差不多是所有的家當，今次真的搬屋的時候，就發覺真的扔很多東西。真係抌好多嘢，啲嘢係啲物件物質嘅嘢係好嘅，唔係唔好嘅，不過你冇用，即係啲嘢擺喺 garage 度，即係擺咗好多年冇用，咁點咧？咁一係 donation， 一係就抌咗佢咯，你即係唔可以帶去咁啊，即係帶唔到去咁啊，咁多嘢，所以求主幫助我哋，俾我重新反省一樣嘢，就係今日我哋生活喺地上。有很多東西我們累積起來的時候，即是不知不覺累積回來的，人家給了你，你即是特別即是美國佳節的時候 on sale， 那你又去買一樣東西，那你買的時候，現在你可能考慮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用先，不要因為它便宜那你就買，是吧？抵買啊，便宜啊，那你買回來沒有用，如果那樣東西是沒有用的話，很漂亮的東西你放在這裡沒有用的話，那即是有沒有用啊？即是沒有用啊。你自己講噶，其實中國人有一個好好嘅、好好嘅個習俗嚇，即係我哋嘅禮儀就係、是、每年過年嘅時候咧都大掃除嘅係嘛？有冇做啊？有做，咁啊每年做一次好嘅，咁啊將啲嘢唔要嘅嘢抌一次，咁啊你唔使累積25年之後一次嚟咁，累積25年一次抌咧就真係好真係好唔容易嘅事。不過有好大恩典，即係當我哋最需要人嘅時候。我的仔啦，同埋即係弟兄姊妹啦，同埋一間教會嘅弟兄姊妹，有11個年輕嘅弟兄姊妹，真係特別有一個 weekend 嚟幫我哋，幫咗我即係那個禮拜六幫咗我成差唔多成日嚇，跟住禮拜一都有幾位弟兄姊妹，5、6個弟兄姊妹嚟幫手，咁啊都好感謝神嘅恩典，即係原來喺主裏邊嘅恩情係咁寶貴嘅事，亦都再教導我真係學呢個嘅信心嘅功課。即係弟兄姊妹，真係即係有時講信心嘅功課係即係如果淨係講嘅話，即係唔係你嘅考驗臨到你嘅時候，你可能覺得好容易。但係當我哋真係再經歷嘅時候，求主幫助。即係原來耶穌基督嘅復活保證我哋嘅得勝，耶穌基督嘅復活仲有保證我哋工作嘅果效。嗱呢樣嘢咧，求主幫助我哋。呢個果效就係話耶穌基督嘅基督徒嘅死後必定嘅復活，教會肯定會被提，而且我相信係話七年大災難前被提，基督徒嘅必定得住榮耀嘅身體。基於呢啲咁寶貴嘅信仰，咁我哋基督徒嘅嗰個反應，呢度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務要堅固，不可搖動。頭先我所讀嘅就係、是，所以你就堅固，不可搖動。堅固呢個字
Hedros, to stay fast, be firm, stand firm, be strong， 即係能夠企得穩，唔好喐啊，唔好被動搖。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人雲亦雲係嘛，人哋咁講你又行呢邊，人哋咁講你又行呢邊，咁啊變咗一個冇一個定向。呢度話要站立得穩，不可動搖呢個字咧係嗰個原文嗰個意思，翻譯英文嘅話係 immovable， 即係不動搖，不會被人嚟到去唆擺。即係話，我哋每個基督徒，我哋有我哋自己嘅信仰基要嘅立場。當然喺教會裏邊，牧師個講道、主學嘅課程、聖經嘅查經，可以幫助我哋能夠從神嘅話語裏邊，能夠真係建立到嗰個嘅根基、嗰個嘅信仰，以致我哋不會動搖。唔係話人咁講我就向呢邊，人咁講就向呢邊。唔係話呢個名目咁講我就跟隨呢個，唔係嗰個咁講我就跟隨嗰個。唔係，係我哋自己經過佢哋個講解，我哋經過我哋嘅考慮，經過我哋嘅等候，特別從聖經裏邊能夠有呢個嘅基礎。嗱，我哋弟兄姊妹，信仰嘅建立咧，唔係一次培靈會，唔係一兩次嘅查經，係真係不斷嘅，可以喺我哋生命嘅裏邊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五年嘅查經。我哋呢個查經由一個嘅2009年開始嘅時候，到2019年十年，我哋灣區有好多弟兄姊妹三期讀完啦。咁啊，最早開始係澳洲弟兄姊妹佢哋開始，不過一年佢讀兩卷書，所以佢哋比較慢啲。不過佢都差唔多嚟到讀完。咁跟住有好多教會自己嘅班嚟到開展嘅時候，都有好多個班嚟到讀完。有啲係七年，有啲係十年，大部分嘅都係十年，因為一年讀三個 course 係十年。如果一年讀三個 course 嘅話咧，每個 course 即係每一個課程係12個禮拜，都係講緊係36個禮拜。52個禮拜，你淨係36個禮拜嚟到查經，即係話一年嘅裏邊仲有好多其他嘅時間可以做其他嘅嘢。咁如果你話一年讀4個 course 啊，48個禮拜，咁仲有4個禮拜可以休息。咁咧七年半讀完之後，咁啊點咧？咁而家好多弟兄姊妹開始問啦，我讀完咗之後咁啊點咧？讀系統神學第四期嘅課程嚇。咁啊，如果你話我未曾讀到嗰度，咁你可以重新再 repeat 過，再嚟做過。有啲係15年，有啲係10年，最快嘅班。在我們的學院裏面最快的班3年，因為這個是神學院的課程，一年讀完第一期10個 course， 第二年讀完第二期，第三年讀第三期。求主幫助我們，讓神的話語建立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信仰是自己在神的話語上面能夠建立起來，堅固不被動搖。求主幫助，不是只是聽人說，在教會裏面聽牧者說非常重要，聽到非常重要，每個主日的查經主日學非常重要，求主幫助，讓我們聽，又能夠自己的思考，又能夠真的自己將信仰真的建立在神的話語上面，不可動搖。那還有常常竭力多作主工，英文的翻譯就有好幾個不同的翻譯， Always abounding in the work of the Lord， 即是說在神的工作上面多而又多，多而又多，多而又多，不只是做一樣，是真的多而又多。另外一個翻譯是 always be outstanding in the work of the Lord， 即是每一樣東西是神的話語，神的工作能夠做得好， outstanding work， 不只是做了而已，是真的將你最好的來到比上。這樣東西求主幫助我們，這裡所要求的是你的最好，不是全世界的最好。你跟隔離比的時候，可能他做得比你好，可能他恩賜比你多，比你大，可能他資源比你多，可能他的工作比你做得好，不是叫你跟他比，是叫你自己跟自己比，你是不是將你最好的來到去擺上。求主幫助我們將最好的擺上。當我們做這本排版聖經的時候，真的我們真的都願意將最好的擺上。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們做完了準備出版的時候，就是跟萬同工在香港，就是去喝茶，就是吃晏晝的時候，想著有一個輕鬆可以感恩，但是坐下吃的時候忽然間發覺有一個新的字體出來。咁呢個字體咧係圓嘅，係四四方方嘅。我哋中國字係方塊字啊嘛，係嘛？咁有啲字體咧係即係好圓體咁樣，係四四方方。咁啊，即係個字咪大咗啲咯。同樣係9號字，但係如果你話用楷書，佢係比較上係即係唔係用曬四個方位嘅。咁你嘅字咪好似睇起上嚟咪好似細咗啲咯。同樣嘅字體大細，唔影響你個行距，唔影響你個位置，但係個字本身就大咗啲。咁咪同工望下，周圍望下，咁我哋點咧？如果我們說哦，算了，做完了，就即是收工，但是我們同工裏面即是覺得我們應該將最好的備註 outstanding， 那結果我們同意換個字體。你知道換個字體呢，有些人告訴我很容易而已，牧師 copy and paste replace 就換了，我都可以體會到可以，但是你的file如果是一兩頁就很簡單，
如果你的花是1390多頁，而且是不是一個花是幾，即是百幾個花的話，你逐個花進去，即是 search and replace, search and replace, 即是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個都不是最省時間，重要就是說你 replace 了之後，請問你夠不夠對？夠不夠對？還要校對一次。所以我們這個過程十幾年前的時候，我都很感恩，不單止我自己有這樣的心智，還有一班校對的同工都願意重新來到校對過一次。我覺得我們真的做到我們說我們將最好的備註，是不是最好呢？還可以更好，即是現在我們看的時候可以還好，但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間裡面，我們真的將最好的來到擺上。 Always give yourself fully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Always give yourself fully, 即是說你是全心全意將你自己全城的投入在這個工作裡面，不是只是空餘的時間。Fully develop, 求主幫助。還有另外一個翻譯是 Always work enthusiastically for the Lord, 真的很有積極的，很有興奮的來到為主工作。因為這裡告訴我們，在主裡面的勞苦不是徒然的。這一節聖經給我今次在那個搬遷的裡面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事你做了見不到果效的，即是未必馬不見到果效的，好像覺得好像沒什麼的回報，但是感謝神的恩典，在今次搬遷裡面弟兄姊妹的鼓勵，弟兄姊妹的幫助。還有這一次有班同一班弟兄姊妹來到去，他們就是跟我們歡送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出來講的說話，即是每一句說話，即是從心裡面多謝我們所在事工上所做的那個的感恩，即是每一句說話我心裡面很感恩。相信師母和我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當我們每一個起來跟我們講話的時候，我們覺得真的真的主啊，感謝你，真的值得。他不講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搬遷他又不講，所以呢有時候你要找多一些機會跟你牧師講，多謝你牧師他們所做的事，讓他們得鼓勵，不要讓他們辭職要走，或者你要搬的時候才講，講多一些鼓勵一下。不過那次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就是我跟師母說 It's worth it。 雖然見不到那個果效是真的好像即建立了一間很大很大的教會，不是，但是讓我們看到就是天父恩典是真的夠用。特別這個查經班，我們現在全世界有40000多同學在這裡讀緊，去年都有17000多同學是 currently 是真的在網上讀緊的。那我覺得網上世界各地，即是我們面對面見不到，但是天父恩典曾有話語鼓勵他們，叫他們得幫助，我心裡面很感恩，求主幫助。這個勞苦，這裡講到是勞苦，弟兄姊妹還有一件事，這裡不是講話你工作的果效不是徒然的。如果你用了20年建立一間教會，由8個人建立到一間大教會2000人，你見到這個果效當然不是徒然的， because you actually see the result of the work, 你見到個果效。如果你20年好像宣教士去回教國家裡面傳福音，20年見不到一間大的教會有2000人，但他傳了很多月福音，帶領了很多人信耶穌，看不到的，那你見不到果效的，有形有體的果效你見不到，你會不會灰心呢？可能都會。但是你說你的勞苦不是徒然的，不是你的工作的果效不是徒然的，求主幫助我們。信心堅固不動搖，信心必須建立在神的話語上，定睛仰望主耶穌，不要看人，不要看環境，求主幫助。信心堅定仰望主耶穌，多作主工侍奉神，參與查經，帶領查經。如果你想多作主工的，你都可以試一下參加我們的查經班，先做組員，做下做下做組長，跟住甚至可以開班，在網上來到開班，你願意我們都能夠在網路上來到去協助。為主作工，主賜果效，不要灰心，千萬不要灰心。有時我們會灰心，因為見不到果效。做主中心的管家，不要跟別人比，真的我們自己就是將最好的給過主，在主裡面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求主幫助。為你們感恩，因為主為你們預備在灣區這個地方預備一間非常好的禮拜堂，不單止是硬件，不單止是那個的這個 facilities， 你們有好好的牧者，有好好的同工，有好好的弟兄姊妹，真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將榮耀歸給我們的主，將福音傳開，好嗎？我們雖然是搬去 Denton， 搬去 Texas， 都不是那麼遠的，一個 email 一個電話可能都能夠聯絡到的，求主幫助。希望你們繼續在查經班裡面來到去服侍，求主施恩憐憫。我們祈禱，主耶穌，我們多謝你聽我們的禱告，求你親自來到施恩憐憫，帶領我們今天的道路，讓我們所侍奉所做的在主裡面的勞苦，即是
唔係徒然嘅，因為你嘅應許。多謝主耶穌聽我哋嘅禱告，多謝主耶穌，求主你賜福眾弟兄姊妹，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頭先陳牧師都話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嗰個嘅查經班，我哋嘅排版聖經。咁你可以裝喺手機上邊，你可以裝喺呢個嘅平板上邊。咁你裝咗之後，睇唔到啦，係咪轉咗啦？可能因為呢個唔係 PPT 嚇。咁如果你裝咗之後咧，裝咗之後其實就係一個排版個裏邊，你可以揀每一章嘅聖經，你可以揀即係聖經66卷書同埋邊一章邊一節。同埋前面嘅道論大綱都有嚇，咁你可以喺我哋個網站上購買得到，可以裝喺手機、裝喺平板、裝喺電腦都得嚇。求主幫助，求主使用。多謝主耶穌，一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嘅主。再一次歡迎弟兄姊妹翻到嚟我哋嘅教會裏邊一同嘅侍奉，都係咗網上嘅弟兄姊妹啦，都係歡迎你嘅。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嘅網上嘅朋友，可以掃個二維碼，我哋好想認識你。咁喺在座當中有冇新嘅朋友咧？我睇係我哋想歡迎你嘅，喺呢手邊有冇咧？好，喺呢手邊有冇咧？新朋友，好都係大家熟悉嘅，好我哋。真係好歡迎你嚟到我哋嘅聚會當中啦！希望網上嘅弟兄姊妹都繼續能夠好，我哋嘅事工咧就係呢個，仲有呢個分擔憂傷事工啦，就每一段時間都會有嘅嚇。疫情當中咧，好多弟兄姊妹啊都有失去咗親人啊或者朋友。咁需要有啲安慰嘅，咁呢個課程咧又會繼續喺 Zoom 嗰度舉行啦，係8月28至11月嘅，咁唔同嘅課程有中有英文咧，同埋粵語、國語嘅，咁又唔同嘅課程，大家可以睇到需要嘅可以參與。就咧家庭托付禮都係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有小朋友嘅可以真係去。用信心咧，將呢啲兒女交託俾神，咁樣你都係要負擔個即係嗰個兒女嘅，唔係話兒女俾咗神你就唔使負責，係你哋要喺主裏邊咧，都係要繼續去教導佢哋用聖經嘅真理，咁去到 nursery 嗰度報名嘅。就呢個好，就呢個排球啦，上次講咗啦，可以要需要註冊嘅。咁啊，我哋仲有我哋教會咧，好多嘅幫助呢啲嘅宣教工作啊。其中一個嘅團體就係 GNX 啦，佢哋有嚟到我哋當中傳講神嘅話語啦。咁佢哋都係嘅事工咧，係遍及香港啊、加拿大同埋呢度本地嘅。咁佢哋嘅事工，大家都如果唔清楚，可以而家都睇到啦嚇。咁咧就喺呢個嘅代禱事項，佢哋都係因為疫情當中咧，都係。工作都係會可能減少咗好多啊，因為要周圍飛。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嘅事工咧，能夠繼續喺疫情之後有更好發展。我哋為到佢哋嘅全方位工作去代禱。咁都係介到講到我哋教會嘅呢個主學課程啦。我哋7月咧，我哋有新嘅課程啦。咁樣大家可以睇到邊一班適合嘅咧，可以去到參與。咁咧，而家每一季咧，我哋都會將啲課程咧貼喺呢個嘅教育大樓嘅嗰個壁報板嗰度嘅，即係譬如佢課程係邊日會上堂啊，邊日唔上堂啊，咁你哋會去嗰度睇到咁樣，或者你 email 俾嗰啲嘅負責人，佢都會將呢個資料送俾你嘅。咁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參與個奉獻。我哋教會咧都可以透過呢個嘅網上 push pay 奉獻，或者你哋可以喺後邊，依家完咗崇拜之後咧，後邊嗰個嘅奉獻箱嗰邊係交低，同埋可以寄支票入嚟教會啊。咁我哋希望大家能夠喺呢啲嘅神俾我哋嘅托付嗰度咧，我哋能夠盡責。好，將時間交俾 Pace 添。我想邀请大家弟兄姊妹起立，因为都坐了一段很长时间，
同埋都好靜咁樣聽咗牧師講咗一個好好嘅信息。我想大家 make some noise， 同你周圍嘅朋友講聲早晨，歡迎你嚟到我哋當中。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哋要對我哋呢位主耶穌基督有呢個信心，我哋要學識嘅等待。尤其是在这个现今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都是 instant 的。老闆要你开工啦，打封 email， 你就要去做。个仔啲仔女要找你啦， text message， 动。爹哋可不可以在这里拼我阿爸妈咪可不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今晚想吃些什么，很快你就要有这个答复回应。大神呢很奇妙。他说你要安静等候我的旨意的来临。不要急。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人的聪明智慧，去走了一些冤枉的路。神说我为你安排最好，所以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摆上去等待这位救主。再一次感謝你，感謝你讓你的僕人傳講你的信息，讓我們更加清楚你自己的旨意。願我們真的作為你的兒女的時候，我們能夠追求更加卓越。我們不是單是停留現在的階段，我們更加要在主你的真理上繼續去成長。我們所作的功，無論是在人眼中是有沒有果效，我們知道
在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主你的同在，你的施恩，无论结果是怎样，我们知道都是交在神的手里。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有这个的信心，有这个忍耐，有这个盼望，直等到主再来。愿意我们都是继续去跟随你，去荣耀你，将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一同的敬拜的时刻，愿意我们散去脚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量的在每一天里面去侍奉敬拜你。我们感祈祷交托，奉赖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下个礼拜再见。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称主圣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前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大能，今将献恩典丰富，心口天天都可见。愿意献卑屈膝俯伏你面前，颂赞主基督，甘牺牲舍己救万民。你是弥赛亚。